矗立时代潮头，再造时代新篇。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部署，强化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功能，广州对标国际设计之都，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设计产业国际品牌聚集地，广州设计之都。广州设计之都地处广州市白云区中央商务区白云山西路白云湖东岸，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创新节点和白云新城 CBD 港城中轴线交汇区域的重要城市节点，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龙头，是广州市推动设计产业发展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，是广州市重点工程，也是白云区实施1358发展思路的重点工作。总研究范围28平方公里，设计之都交通路网完善，规划面积60公顷，分2期开发建设。先行实施的核心区面积39公顷，产业承载建设规模80万平米，以24小时活力设计家园为设计愿景，规划4大设计产业、3大服务平台，引进国家级设计大师，入驻一批设计龙头企业，建设全方位的产业及生活配套，全面覆盖办公、商业、会展、居住、休闲等功能，同时将发挥园区统一运营管理优势，与国内顶级物管公司合作，提供5星级管家服务，地下交通采用一带一环的理念，快速疏导车型交通与区域外道路的联系，地面交通通过2层连廊步行系统连同各功能体块，共同打造城市慢生活。设计之都量身定制招商引资政策，针对落户企业的经营、人才、研发等方面制定阶梯扶持机制，包括企业落户奖、办公用房补贴、设立研发机构补贴，以及人才落户、子女入学和人才公寓等。优质的平台与政策，使设计产业的高端要素不断向设计之都汇聚，创新引领的国际设计之都，活力多元的都会创意云谷。打造广州特色的设计行业集聚区，世界一流的设计、创意、时尚等高端要素聚集地，设计之都正乘风破浪，蓄势腾飞。